看看是什么大奖。哇，第一个就是三等奖 CD 包，哇，它可以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止？不停。Hello，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爷爷小卖铺。你们喜欢爷爷小卖铺吗？爷爷大卖铺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爷爷的大卖铺，看见了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想看我玩这个，就是这个游戏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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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上一次拍了一期就是奥特曼抽奖游戏，很多人说不过瘾，真的不过瘾啊，真的很不过瘾，很不开心。真的，我真的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啊！今天我就满足你们，今天我看看。今天花100块钱，10块钱一次，这个玩法已经我很熟悉了。真的，今天我们花100块钱去买10次，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中大奖。一等奖是3周年，上一次中了个3等奖，今天看看能不能中个1等奖。伙伴们，小伙伴们一起来凑热闹吧，一起来看热闹吧，一起来给我欧气吧，支持爷爷小卖部，希望爷爷小卖部越来越好，希望今天我能中个30周年回家，香香香，美滋滋，真香。咱们现在看热闹吧，看看我能不能抽一个 CP， 抽一个3周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相信我的运气是可以的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词是好人。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な。ここを押して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い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ぜ。よろしくな。小伙伴们，今天咱们花100块钱，这是100大洋，现在给爷爷。然后咱们抽10次，哇！小伙伴们抽10次哦。这里面4个、6个、7个、8、9、10，哇，10个。这里面还有2个了，应该3周年没被别人给抽走吧，小伙伴们。上一次好像还很多，今天可能不多了呀，估计被别人抽走了。咱们这是10个，看看能不能中大奖呀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相信瓜吗？希望今天10个，这里面是10个，能中好东西，最好中一个3周年，中2个，中3个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是不是在做梦？咱们现在开始开奖吧，看看能不能中3周年，加油加油加油。之前已经拍过一次，很多小伙伴说挺好玩的，我也觉得挺好玩的玩的。咱们看第一个，现在把这些所有的里面的奖拿出来。哎，我的感觉。什么大奖？哇，第一个就是3等奖 CP 包，哇，它可以啊，小伙伴们运气不错。哇，第二个，哇，3周年，哇，英雄2包，看错了，想得美，3周年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是不是想得美？第三个，哇，荣耀2包，可以啊，总共是100块钱，小伙伴帮我看一下，只要这所有的卡包啊的价格不止100块钱，我们就是赚了呀。豪华4包，哇 ，CP 就是3等奖，可以啊，哇，豪华2包。哎呀，小伙伴们为什么没有3周年呀？哇，感觉这里面是大奖，哇哇，荣耀1包，哇 CP 又是3等奖，好多的3等奖呀，为什么没有1等奖？哇，荣耀3包，现在赶紧去找爷爷去兑这些奖。哇塞，小伙伴们今天玩奥特曼抽奖游戏花了100块钱，怎么中了这么多奖励？还有3包 CP 包，现在爷爷没货了，下午的时候给我3包 CP 包，现在爷爷去进货。小伙伴们你们说赚了还是亏了呀？我感觉这里面加上3包 CP 包的话完全是赚了呀，小伙伴们你们说赚了还是亏了呀？玩奥特曼抽奖，哇，小伙伴们你们说这次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总共花了100块钱抽奖，哇，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我是感觉不亏呀，怎么可能亏呢？3包 CP 包就值60块钱，哇，总共是100块钱，你们觉得是亏了还是赚了？咱们赶紧来个 CP 包吧，今天3等奖非常的多，上次也拍过这么一期抽卡视频、抽奖视频，很多小伙伴们非常喜欢看这种抽奖的，今天咱们再做一期吧。哎，我感觉插这种 CP 包总是没有办法，感觉这里面总是有东西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看看这里面能开出哪一张 CP 卡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，我达贡达贡，你们说达贡可以吗？我感觉也挺不错的呀。 SSR 2张，哇，1张永恒特地下的，哇，这可以啊，我这张3D 卡感觉做的还可以，哇 ，nice， 不错，挺知足的，小伙伴帅，不错不错。马上要放国庆节了吧？要放假了吧，小伙伴们？放假开心吗？快乐吗？能不能开心的话，开心的话跟我对一下暗号。哎，你不是做安香，哎，你不跪的模样。IBC，IBC， 咱们还是不要那么多废话了，赶紧拆卡吧。再来一包，中1张42卡，哎，1张1玩，哎，这个不错 ，nice， 攻击力还不错，英雄对决里面的，可以啊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，我感觉最近的手气还可以啊，拆卡的手气越来越好了，有进步呀。再来一波，哇、哦，又是1张 SSR， 可以啊，不错不错，然后再来一波荣耀吧，哇、哦，1张 SR 跟1张UR 白金黄金卡，哇、哦，可以啊，哇、哦，又是 nice， 不错，再来几包豪华吧，哎呀，豪华不行啊，再来一包，哇、哦，又是1张 SSR 卡，可以，再来一包，再来一包。我就不相信了，最后一波。好，不看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期视频更加精彩，拜拜。